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要来带大家看看 KL 500千千二房车三房两车的一个 project。所以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这个 project 呢，它的地点是非常的方便的。首先呢，它地点就是在于 Starbucks， 然后它是在 Starbucks Central Mall 的前面罢了，就是一个走路五分钟也可以到的距离。Starbucks Central Mall 再远一点就会有 A&B， 然后有喝酒的地方、奶茶街，前面就会有一个 MRT3。过后呢 ，Starbucks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Star College 驾车十分钟就可以到达，还有个 LRT 往上马珠也是驾车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这个 project 呢，它是非常的 low density 的，只有200间，然后它是有一个 size 罢了，就是1184 square feet， 三个房两个厕所。可以看到一进来呢，它是有一个玄关可以给我们放这个 shoe cabinet， 然后这个是 dining area， 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客厅啦。过后我房间来讲也是 standard， 有三个房两个厕所。kitchen 来讲呢是 landed size 的啦。这个 project 还有一个卖点就是说，一层楼它只有7间罢了，六个邻居跟你 share 三个 lift， 所以你是完全不用担心说你上班下班需要等很久的 lift，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就位于这个 show unit 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 dining area 呢是可以 fit 6到8个人都没有问题。过后它的客厅也是蛮大的，可以看到如果我坐在这里的话，跟电视机的距离是还有一个蛮大的距离。我客厅的 spec 来讲是12尺的宽度。它的厨房呢，有煮东西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你可以装修成这样子一个 close kitchen concept， 所以你无论煮什么东西也不用担心讲厨房的油烟会飘到去客厅。再进来一点你就看到我们的 landed size kitchen 了，就是一个 L shape 的 kitchen， 无论你有宴会啊，有 gathering 啊，10个人10多个人来，你要煮什么狗仔龟都没有问题。里面这里呢就有一个 rack， 是可以做成放洗衣机 dryer 的地方，然后你洗完衣服这里就可以直接晾起来，完全不用担心讲没有位置可以放你的美美衣服啊，或者是洗干净了的衣服。接下来我会带大家看看它的房间。首先我要带大家看的是小孩子房，所谓的三房啊，都可以看到所谓的小房其实也没有讲很小，还是可以放一个 single size 的床，一个衣橱，然后还有一个书桌在这里呢。二房来说呢，很多顾客看了都会觉得很 impressed， 为什么呢？一进到来二房其实它是跟很多 condo 的 master bedroom 是一样的 size 的，你这里可以放一个 super king size， 过后还可以放一个 L shape 的书桌在这里。来，我带大家看看它真正的 master bedroom。 进到了我们 master bedroom 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位置，这个是 super king size 的双人床，还有很多走动的位置在这里。我们 master bedroom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做一个 walk in wardrobe， 就好像我们的 showroom 这样子，女主人你可以在这里放美美的衣服、梳妆台，过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所以你每天早上一醒来，这里你冲完凉了就可以直接过来我们的梳妆台这里化妆，然后准备美美的出门去上班哦。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 project 的话，记得 like and share， 让身边更多朋友知道我们这个神屯。当然如果你有兴趣过来看看我们的 showroom 的话，记得按以下的 WhatsApp link， 我随时在这里准备带你看 showroom。